诚心的居住，也欢喜丰盈。啊，灯光的心目，康将妙姻缘，有情坐金边，幸福万万年。啊，今天早上我们的主任委员、副主委、常务监事以及啊各位的干部，啊早早在清晨五点就前往基隆，我们来迎请我们洪德公新庙正殿的神尊。今天有众多的弟子以及善信大德，我们诚心虔诚来恭迎。啊，希望我们正殿的神尊到来，也是桃园洪德公我们全新的纪元，崭新的一页。祈祝天上圣母是妈祖神安广一护佑万民，也能够千秋万世立则我们所有的苍生。好，我们本宫新庙圣殿的九龛神尊高达七尺多，木材难觅，后来经过四妈祖指示月令，再前往大陆走访，啊，最后我们取得树龄有两三千年的江西小叶樟神木，不多不少，正好九块神木的神机，令我们赞叹其中的玄妙还有安排。今天啊，吉日良时，我们由西风佛意，我们精心雕制，啊，非常庄严肃慎的，我们众正殿的神尊来到洪德公，让我们大家用掌声热烈的欢迎，把咱恭迎恭迎恭迎腾龙的龙，南宫堂定天神尊，在开启卧会的肃慎的时刻，相信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一个感动还有感恩。在洪德公三年的建庙期间，我们感谢来自十方的信众以及所有我们的义工、全体的委员干部同心同德，我们一起的努力打造四妈祖的亲殿，岁至庚子，荣德有喜。今天神尊的到来，我们在这边要感谢啊玉德其众以及启德其众的鼎力相助，这完全是义务性的赞助，让我们深深的感佩。啊，现在我们的货柜哈啊，我们要开前啊，由我们詹祝海主委以及萧玉忠副主委啊，共同我们来啊开前，以及我们的常务先生啊许金泉顾问一同，请开前。哇，非常感动，我们一起来开启货柜，请开启大门，鞭炮。恭迎定天神尊，恭迎定天神尊，祈求香火
祝福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仔日是这个好时好日，咱恭迎会用讲长山过海，渡海来台吼，护佑万民。龙德宫所有的神尊吼，今天已经从大陆回到我们台湾，我们要正遍我们桃园龙德宫吼，让我们四妈祖神威显赫，然后救度万民。希望吼，咱的四妈祖会当护佑台湾吼，护佑众善男信女吼，大家求财得财，求利得利，求平安得福气吼，非常感谢咱所有善男信女来甲咱龙德宫吼加持，才会当予咱四妈祖袂讲吼，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阮拢摕面盆吼，拢咧擤雨吼。四妈祖即马开始吼，嘛有一间员工家好撇好的一个吼小地方吼小庙啊，我们祈祝我们的四妈祖吼神威更加的显赫然后我们万民呐更加的平安呐吼咱所谓众先生大德吼大家拢会当吼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吼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吼，让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的善信大德吼，谢谢你们赞助龙德宫四妈祖盖庙吼，四妈有恁祝贺吼，相信恁的一分耕耘绝对会得到一分的收获吼，四妈祖吼神威显赫，但是我们吼付出的人吼非常有福报吼，福气满满的，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善男信女咱大家吼会当讲共同来为这间庙寺吼。来做上大的努力，上大的打拼，上大的赞助吼，四妈祖给咱靠，大事小事无差错吼，咱心内有妈祖，做人做事一定袂离谱，祝福大家吼，希望大家吼，咱也过差不多四个多月吼，咱就要入会安坐了吼，会当在这个时阵吼，大家搁出最后一份力，吼，咱来甲四妈祖吼，搁再加油一下吼，因为吼。是咱大家来甲四妈祖祝福四妈祖吼，起步无阻碍吼，金钱一起来，祝大家得到吼，福慧双收，祝福大家吼，福气满满，祝福大家心想事成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赞助，谢谢您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拥护吼，谢谢，感恩感恩再感恩，谢谢。